小心呢、欸！我推啊！推着干嘛？推着会不会太紧了？我有这抽筋，这可以抽筋哎！不是，你已经粘上了。等一下，你先告诉我整个的流程概念。啊，音乐谁要播？哦，我这边。就我们先对嘴啊，就这样。然后你们就开心绕圈圈，我们就绕圈圈吧，随便。我就绕圈圈，绕这一个圈圈。就是耍枪对了。对，绕个。是的，两个一起。然后绕这个圈圈，对，没错。然后你就可以，你们两个就好，然后开灯。啊，他们在后面走，你先。对，你们好啊，你们在后面走，跟在他们后面，或者是他们的旁边，在旁边耍嗨。我知道了。好，我们走一个啦，走一个。好，来 ，Let's go。来 ，Let's go。开走了。好，来走 ，Let's go。可以两台再近一点，两台再近一点，就几乎撞到一起。你跟我唱，我知道。现在谁在唱啊？啊，我的，这边是我的。你的，好，那你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看一下，你们看一下，我觉得是火星的。我感觉有点尴尬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就跟着走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好近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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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真的是，我真的很奇怪，因为我觉得跳了就跳，在后面跳。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蝙蝠一手，你们可以扶着走啊，对对对，一手或是怎么样，或是点头啊，你们不是要点头啊，你们最爱的点头，不要靠那么远啊，你们就点点头啊，对啊，就点头啊，就随便点个头，拉着啊，挥一个手，来都可以啊，随便路人就在旁边起哄的人，你现在就假装没错，可以啊，这都可以啊。反正你都戴口罩，应该没差了。不要，大部分人那个，哎，那个是拉妹本人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吗？好，那就来。因为他有个上次那个帽子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推车喽，就慢慢推就好。实在真的是变了，以前戴口罩去向前，现在是戴去抢口罩。我这病重不知道，如果你是慢性病，就流鼻涕。经常出入公共场所，发烧不足不请回避，赶快报医院诊所。提醒。In center of Taiwan 地，每天会有权利，我们小心正确的下水面的，请你别听信隔壁对立，因为根本不是真的没意义，让体温水就是最高的防御。天生 Caracol，
还自己啊，你要看到我是不是？会啊，对啊，对，你也要嗨起来。手推车如果换轮椅好像更好。好，我看一下，坐着，坐着。啊，还需要是不是？手机小心，让你看你自己玩手机。先出来好了。好，先出来。我其实刚刚不知道会拍到我，那我就在装傻。你看，应该全部都会拍到吧？这个超广的。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很像真的病人？我觉得在唱的时候就我们都不要看，你们两个看就好，买口罩在一起对镜头就好。好啊，就非常 focus 在口罩这个东西。我来看一下。你说我们在你们在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都看嘛，就是一个看上看左边都没，就是你们对镜头。哦，视线。然后买口罩这个东西都看。啊，买口罩你们可能就一起对镜头看嘛。啊，好像。买口罩，就拉拉口罩这样。对对，之类的，拉拉口罩，对，这可以吗？就是买口罩这个点。对对对对对，原本戴的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然后买口罩，就买口罩这个点，让大家去看就好。好，所以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唱，因为他都拍得到我们。对，是的，没错。我的反应我觉得好怪怪的。很确定。